我们黄市长，还有我们台湾南花协会的黄理事长，还有立法院的我们赖委员、赖委员，还有我今天现场的所有的嘉宾啊、还有我们媒体记者朋友，还有我们的工作同仁，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代表农业部农粮署啊、来参加今年南展的这个记者会活动。那台湾因为具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的环境，所以也孕育了超过470种的一个各式各样的一个原生兰。那兰花那里面的其中那个我们兰花的这个台湾兰花的这个白花的蝴蝶兰它常常在我们国际兰展的一个竞赛的一个活动获得大奖，所以把台湾推向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舞台发光发亮。那这几年来我们在育种还有栽培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精进让我们台湾成为这个世界兰花重要的一个产地那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努力那我们所有台湾的一个兰花在经济的一个产值一直创造一个辉煌的一个南海的一个经济那我们台湾在去年的一个兰花的一个经济产值超过72亿元，那外销的一个占比达到61.6亿元，那外销的一个占比超过85%，所以我们台湾的兰花也可以说是我们植物界的一个台湾之光。那台湾国际兰展是展现我们台湾兰花产业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在2005年举办第一届那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那我们台湾国际兰展同时跟东京的一个兰展还有世界兰展并列为世界三大的一个兰展那今年非常特别的我们台湾国际兰展跟世界兰展同时在我们台湾来举办那这个是我们是全球兰界非常难得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盛事那在此也呼吁这个欢迎所有国内外的这个爱花的一个人士，还有我们国内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多多来我们台中多多来我们台南来赏花多来赏花那也共同来品味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兰花之美最后这边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同仁的这个辛劳，那也预祝我们这个兰花的这样的展览的一个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那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